邓丽和外籍男友合体逛街。1月25日有媒体报道，52岁巩俐和70岁法国电子音乐大师叫米歇尔雅尔的恋情曝光。报道称，正在上海他当教流亭拍摄娄烨电影的巩俐被目击下戏后约会法国70岁电子乐大师叫米歇尔雅尔，两人手牵手逛奢侈品店，之后又去看包，甜蜜状态羡煞旁人。两人早前被曝牵手逛街早前，有网友晒出巩俐和让米歇尔雅尔手牵手逛马路的照片，两人双手紧握，有说有笑，看起来情感非常没错。据悉，让米歇尔雅尔1948年出生，已经70岁了，但是也许是因为气度才华，让70岁的他看起来还是很帅气。虽然巩俐也已经52岁了，但是依旧那么美丽，那么动人。